4名不同肤质的小伙伴进行测评，我还斥巨资买了个 UV 相机。根据后台私信，选出了5款呼声最高的平价防晒，没收钱，不吹不黑，分别从防晒力、肤感是否好、卸妆3个层面进行测评。防晒值4个产品 UV 相机上脸都有明显的防晒效果，但从产品的好推开程度来说，结果如上。西雾极密紧一次性这3个都是 SPF50+PA3+，那寻贵记是 SPF50+PA4+，其实这4个没有很大的差别，很适合外出游玩、练车都可以冲冲。热敷是 SPF30+，就比较适合姐妹们上班上学通勤使用。肤感，我发现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款内容。整体卸下来，油皮更爱的是 Istin 和 Mistin， 质地更加的清爽，成膜也更快。干皮更爱的是施乐肤和寻慧剂，施乐肤它相比较来说会更像轻薄的乳液，很好推开；寻慧剂呢更加滋润，后续像粉底液会更服帖。敏感肌爱的是西雾极和施乐肤，施乐肤里面是有神经酰胺的，所以干敏皮它卸完妆之后，它的皮肤状态依旧很好。西雾极比起前面几个会稍微厚重一点，但是它上脸之后有轻微的润色效果，需要叠加一层粉饼会更滋润。是否好卸？这里我分别用洗面奶跟卸妆油测试了一下，唯一用洗面奶可以卸掉的是 Mistin， 其他的呢都要好好卸妆，不然就会残留在脸上。最后给大家整理了一份选购指南，截图。